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姑娘，大概有我这么高，脸很瘦，眼睛很大？好像有，可能在那边。姑娘，今天有人来找你。哦，我知道，是位年长的夫人对吧？不是，是一位年轻的小姐，她到处打听，说是沈将军的夫人常来寺庙，是不是与什么人见面？那你怎么说的？我看她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，怕是跟你有仇，就什么也没说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惹了什么麻烦啊？多谢啊。哎哎，姑娘。你怎么来了？未经允许，为何贸然前来？是沈离哥，沈离哥已经怀疑到我了。现在那个住处，是肯定不能回去了。请尚书令为我另觅他处。之前与你联手，是因为你刚好有我所需，而我刚好可以满足你的心愿，但现在我们的合作结束了，我希望从今天起，你就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。尚书令，伪造家书的事情我可是为你做的，您不能过河拆桥，见死不救吧。您别忘了，您还有把柄在我手里。怎么，就凭着那些就想威胁我？你要知道，我想除了你，易如反掌。尚书令若除了我，现在马上就会有人把信送到彭城王的面前。有人，还会有人帮你吗？尚书令若不信，大可一试。沈乐清，你如此不念养育之恩，甚至还对最亲的人下手，你觉得我怎么会把你这种人看在眼里？只是利用你罢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上。如果沈离哥可以惩处你，那会替你死去的爹跟大哥拍手称快。尚书令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又好到哪里去？拦截军报，暗杀朝臣，你简直就是衣冠禽兽。等哪天东窗事发，彭城王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恐怕不会有那一天。
爹，大哥，我把他带来了。沈离哥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向爹和大哥赔罪。赔什么罪？娘要是知道你们把我抓过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有脸跟我提娘？对，没错，是娘。当年你爹战死沙场，你娘带你投河轻生，是娘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急流把你救了上来。你生命垂危，是爹。当年他刚从战场回来，身负重伤，却不惜跋山涉水去蜀地为你寻药。可是你呢？你口口声声叫着爹娘，背后却一次次的要他们的性命。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，他们用性命救回来的，竟是一只索命的鬼。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你骗娘抄经，然后踏字，用娘的笔迹给爹写信。我没骗他。那你和谢浩的勾结又作何解释？我早就知道你藏身于寺庙，我一直没有动你，就是要引你与他见面。沈乐清啊，枉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做亲姐姐，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沈家的女儿。我现在恨不得，我恨不得一拳。你还没有过门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一个是你爹，一个是你大哥，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？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啊？你没有。住手！爹一生戎马，战功赫赫，大哥青年英才，驰骋沙场，何等的威风！他们可以死于战场，死于敌手，但绝不能就这样死了。你从小便得到了爹娘还有兄长的疼爱，你为什么如此不懂得珍惜？为什么要这样将一切破坏殆尽？给你一次机会，当着爹和大哥的面自我了断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佳儿，你想干什么？娘，你想对我的佳儿做什么？娘，我告诉你，不要用你彭城、华彩飞的身份来压我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娘，佳儿，不怕，不怕啊！有娘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娘，他不是佳儿，他是沈乐清，你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吗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们走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是沈乐清害的，他骗娘日日抄经，然后模仿娘的字迹给爹写信，爹和大哥这才娶了未央府。最后，爹和大哥落入了奸人的圈套，被奸人所害。娘，爹和大哥已经不在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你想害我的家儿，你还要骗我，你还想骗我，你这个坏女人，你还想骗我。郑叔，
夫人，我们先下去。他是个坏女人。先下去。他想骗我。娘。姐。林哥。娘。他才是佳儿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们呢？爹跟沈芷，他们就在这儿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佳君，芷儿，这怎么回事？郑叔，把娘带下去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，娘。将军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将军，将军，爹，大哥，今日不清理门户，誓不为人。沈离歌，我恨你，死不悔改。沈峰，送他去廷尉。Oh, my God.